过去心不可得啊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更过不可得啊。这个时阵就是遐尼只点石啊，无风当然拢无听到虾米声，就是静寂清净的境界。起风啦、咱会听到外面啊，风吹树的声，声，敢那风啊，是无虾米声啦。就是因为有物件，所以才会有声。吹树啊，有树啊的声，吹着门窗雨声，有门窗雨声的声。沙漠中啊，无树无有建筑物，却是呢吹着大地的声。世间啊，拢是对待啦，有风就爱有物件，这个因跟缘啊汇合起来，那就有果报啦。这个因缘果报啊，都、就是安尼互相汇合。咱逐天啊，听到社会新闻，好亲像社会真乱啊，咱拢将迄个新闻报道啊，咱会当去知影现在社会到底呢，多一个所在发生什么代志？发生的代志一定有因缘，所以有什么款的代志发生？不管是好事啊，无好的代志啊，都是拢有因缘呐。所以因缘呐、就引来了果报。啊，因为果报呢，迄、个感受啊，果安怎的动作，那是会当知影啊，业来的时啊。就甘愿修嘛，用安怎的方式，会当通好去掉了过去啊，迄份呢，弯弯，但是不上步，安怎样用得啊？会当一笔勾销了迄份呢，迄、个弯折因结。所以啊，愿亲济主啊，都是会来不断来甜。唯有呢，你爱甲伊讲好啦、行啦，了后呢，就无有搁再相对啊。听到某人在咧，互人堆积，哦，堆得走投无路啊，偌呢真辛苦啊！啊，堆人的这人呢，就是步步相逼啊，其实嘛是感觉真辛苦啊，真的，拢总是第一个有对立，你若无去甲人借钱。人都袂甲你讨债啦，所以呢，讨债的人爱用心机，真辛苦。被讨债的人啊，真正呢，无法度好行，嘛是足痛苦呀。或者有时唔肯行，哇，更过较苦。所以呢，这种环环相扣着因果啊，未消啦，即必消呢。搞不了啊，
所以佛陀啊，伊修行，其实嘛是同款，甲咱人同款呐。伫过去生中，唔知影是偌久偌久的以前，难免啊，伫迄个无有觉他、无有利他迄个时阵，就已经咧有甲人甲人的中间呐、啊，都有结了依那。完啦，修啊，分啦、啊，只要有因缘修分，真呢，拢是绵绵连连呐、啊，生生世世啊，因缘啊，成熟啊，他就爱修报啦。所以咱这几天啊，咱拢一直伫咧讲救我。是人人拢有哦，尤其是凡夫哦。啊，咱这几天是伫咧讲，唔只是干呐，咱凡夫人人拢有啊。是虾米时阵碰到，那都受报啦。咱凡夫受报呢，是唔知呀，咱先有作因，所以呢，现在才有这个果。是咱拢唔知，啊那唔知呢，啊都唔甘愿，啊唔甘愿呢，心都搁在结着婚，会怨呐，婚呐，啊都搁在结仇连火啊，这就是咱反复，安尼不断不断连绵落去，但是婚呢，他已经觉悟，而且呢。个性圆满的人，所以伊知影啊，这就是过去啦。我捌有经过是安尼，做着安尼的因呐、啊。现在呢，伫这个业的果报啊，这是应该啦。这种的应该就是甘愿嘛。那安尼呢，就会当消毒。经过了这项代志，咱也会当清楚啦。这项代志过了后呢，都无啦。耶稣呢，咱那些无明白是非，那这项代志呢，都没完没了。所以各个别呀，就是安尼，各家就业营销啦。要那是买家呢，就是业电联啦。那那是买落到底吼，啊业都直直甜落去啊。有当时阵，旁观者感觉讲，啊哪会安尼？啊明明道理都是安尼啊，啊明明你都遮聪明啊，啊明明你都，啊你哪会安尼？一直起烦恼啊！啊，哪会一直安尼无中生有啊？哪会感觉起来人生真奇妙啊？那就是没啦。所以，咱救我呢，咱拢是讲佛陀吼，因为佛家己讲的嘛，所以咱就知影讲。教佛的境界啦，还是同款的。你做什么因啊？什么果呢？一定都是爱修。所以咱普通人就讲：“哎呦，咱来去拜佛咯，拜佛来消业哦。”其实，拜佛是要让你知影，将佛心啊，照咱家己的心。所以啊，咱拜佛。就是要起尊重心嘛，咱来尊重人人拢是佛啊，茶雕的啊，土塑的啊，你都遐尼正尊重啊，
是安怎？人甲人诶中间互相相对呢，你未当去尊重呢？你会晓念佛啦，念得遐尼正虔诚，那师父教呢诶法，你哪会未当放诶心诶呢？所以啊，好话啊，不管是虾米人讲诶好话，拢是咱诶座右铭。多听一挂好话，咱呢就会当加一分会了解。所以念佛爱甲佛迄个角啊，诶心爱念入来。前面所讲的救恼，是因救恼做一切罪。在这个救恼呢，就是果报现前啦。咱都搁底下该交结啦，未开。咱底下伫咧起烦恼，想要安怎去报复，安尼是唔对。人啊，甲咱讲安怎？哦，我有影无影？家己问看卖的。家己呢，稍微印证咱是毋是有阿尼个代志，也无有哦，爱改啦，赶紧呢，讲清楚，说明白，无啦啊，知就好啦，无就好啊啦，无就好啦，那阿尼呢过去，心安啦，立定啦，那这就是咱。唔通讲吼，外面有甚物款的烦恼，咱都是以牙还牙，那就不对了吼、哦。所以呢，这个救恼会予咱做真济罪业。那到底甚物罪业啊？比如讲三世，甚物叫做三世？分分秒秒啊，都有三世。世意思呢，就是时间。时间若长诶，哦，就亲像佛陀讲，过去无所劫，无所劫以前，那过去足长足长诶时间诶以前咯。咱现在讲诶，咱国讲较短咧，旧年、今年、昨今仔日、早起、下昼、夜晚，国较短咧啊，拄则讲诶话，现在讲诶话，一句一句滴滴过去，三世不断不断啊。长啊，短啊，都是安尼，伫咧轮转轮转。所以啊，咱伫这个三世拢有救恼，每一个时刻啦，到底什么代志呢？会发生伫现在？我听着我伫咧讲话，你嘛伫咧发生烦恼啊！哦，我还有多一个人甲我讲什么话，我阿未甲伊算数。甚至还有人想说，嘿，师父这样说到什么人对我，我现在用什么方法来跟他改，我相信有这样的人哦。还是真是有人说，哎呦，时间怎么不够，脚真疼呢，烦恼哦，那也是恼啊。总而言之呢，这就是救恼，就是啊，什么样的烦恼啊。那么，伫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不断伫咧产生，不断的咱伫咧感受。所以，过去恼我自心，过去到底人对我安怎样？我已经家己自我感受到，是伊直接冲了我来，这呢叫做恼我自心。或者是呢，恼我亲，哦，唔是对我，是对我所亲爱的人，
恁敢无听到点啊新闻伫咧看？囡仔带出来去打群架，到底是安怎去打群架？因为伊对外大哥有虾米款呢？哦，伊去往欺负去啦。实在是呢，我最亲爱的人，何人安怎啦？所以呢，好群反动啊，安尼呢，积极的都去怕人。你看，这呢，怒恶亲啊，这用武力的呢是安尼，用阿弥呢，佫无共。用阿弥就是用话不断传播是非去中伤啊，或者是即卖现在呢，电脑啊、网络啊，好不断呢上电脑啊去中伤人啊，是有影也无影，唔知影，总是呢，伊现在啊就是安尼不断啦、啊，明呢是破坏，阿弥呢？是是非重伤，这拢总是闹，冤冤相报啊！那这世人伊无定着拢无解安怎，但是过去生中结无好缘，所以有遮个代志。不管是直接对我，还是对我亲爱的人，那安尼呢？我心生怒，我的心呢都无欢喜。你欺负我的什么人？所以我无欢喜，我要报。哦，这都是咱人啊，都是安尼啦。所以咱今晚要修行哦，师父点哪讲啊？咱不管是人直接对咱安怎啊，咱的过去生啊，啊都欢喜做嘛，啊这世人咱都爱甘愿行啊，所以啊，咱都爱退一步啊，就是海阔天空啊。虽然咱也是凡夫，虽然咱也唔知咱前世人是对伊安怎。尽管咱了解，这世人我拢无对伊安怎呢？那也无张持有安尼的代志发生。虽然是安尼啦，但是呢，咱也会晓退一步，海阔天空，用宽阔的心嘛来面对啦。所以吼、哦，有个人就讲，还是恁修行人讲的啦。其实修行人啊，也无一定呢，有法度做个一点嘛、哦、啊，就是是就是，唔是就唔是，计较个清楚再来讲。迄、那个计较的中间啊，就会又是烦恼连结起来哦。所以啊，会当退一步是海阔天空。修行啊，是唔是真困难呐、啊？我拢定来甲大家人讲，袂啦，修行真简单啦。啊，简单伫倒位呢？就是看你吼、哦，是毋是有法度保持三好。咱佛经定来讲啊，咱心口意啊，这三项，这三项咱若顾无好呢，口造恶业啦，那就是结着歹缘咯。或者是呢，咱心行恶行啊，咱已经伤害着人啦。不管是口说心行啊，拢是一念心。所以咱现在就是要顾好咱这点心嘛，咱来培养呢，拢是讲好话，培养讲好话啦，更要怎样？咱来多做好事，举手动作啊，无不都是呢，一旦利益他人，帮助他人，
那一旦安呢呢，这个三好，所以点了讲，心存好念嘛，口说好话啊，心行好行。咱人人那一旦安呢，自然呐、啊，迄、那个业一步啦，就慢慢消。所以古早人讲，起一善心嘛，都破敌在难。对，这念心，什么叫做善心？你会要定那个心过好好，那那个心定那过好好呢？自然咱未去伤人，所以咱呢，讲话爱用心啊。人讲祸从口出，一挂灾祸啦。拢是对嘴也讲出去的，所以咱爱会记得把心顾好好啊。咱爱用心讲话，用心讲好话，互人欢喜。用心讲话，咱就袂去伤着人。那安尼，咱就会当拢结好缘啊。啊，讲话是爱用心讲啊，但是听话呢，嘛是爱用心听呢。爱用什么心啊？用智慧心来听话，这就是师父常常咧甲大家人讲啊，善解哦，包容啊，唔通甲人事当作是非哦。咱若听到人事啦，咱会赶紧提来做咱的教育，这叫做智慧。咱来用智慧啦，面对人事物，所以呢。用智慧听话啊，咱都无有烦恼吼。咱会晓善解，咱会晓包容吗？那会当安尼啦，那安尼，咱会当好时时对人起感恩心，对人尊重心，对人真诚的爱，这敢毋就是人间菩萨的通路呢？所以咱路那要行好宽啊，菩萨的道路那要空中。那一定呢，咱爱用这三好啊，还要呢，要感恩、尊重、以爱，安尼咱的人生道路才行得宽。所以各位，咱来时时多用心啊。